你好。这身材保持的哈，你看站得比我挺拔多了，你看啊。来来，您先介绍一下自己。我今年67岁。67岁。我叫王洪山，北京人。您年轻的时候干嘛的？我从事一建筑行业，我是测绘工。这个从建筑到瑜伽啊，从那个场合到这个场合，让人匪夷所思哎。可以这么说。可以这么说。别人见到我练的瑜伽，就说你柔韧度这么好，以前是不是练过舞蹈？搞过体操？我说什么都没有。我刚一开始属于是和一个朋友，他接受着一段时间瑜伽，然后他给我展示了几个体式，让我做了做。我一做呢，他说呀，他说你做的很到位，很到位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才接触到瑜伽。我听说您是在顺义公园练是吧？哎呀，那接触大自然呐，首先是有围观的人吗？有啊。大妈多还是大爷多？都不少，都不少啊！我们看得出大爷的气质非常的温婉啊啊！这个您柔韧度应该也还不错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通过瑜伽的练习，越来越提升得很快。你就别说全国67岁这个大妈练得少，大爷的那绝无仅有啊！哎，您为什么要做这个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事儿呢？一般来说，像您这大爷，一般人下下象棋呀、遛遛狗啊，是不是养养鸟啊？我比较喜欢运动，从年轻时候吧，什么跳绳、踢毽、跑步、单杠、双杠，我都玩。您考了证吗？考了。我是在57岁拿的瑜伽高级教练证，2015年的时候63岁考取了。瑜伽理疗导师证，瑜伽理疗导师证，对对，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呗。哎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来，掌声。好的，好的。太棒了。刚才我旁边有一个大姐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天哪，你知道我心中由衷的感慨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！真的，刚才我们其实看到的不仅是你的努力，我们看到一种很美的东西。就是王大爷在练的时候，刚好您的表情冲着我，给我的感受就是您内心特别富足。我觉得我们人生也活得这样，在用力的生活，但是充满喜悦的去享受它。
对。您说您练着玩就练着玩吧，弄那么专业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首先是给自己带来了益处啊，嗯，身材越来越挺拔，气质越来越好，嗯，走路赛过小伙子，真的，真的。您走两步，我们看看。啊，我这一走，啊，我这走起来健步如飞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你走得很轻盈，如果涂老师走起来就比较沉重了。我主要是看着你们比较沉重，尤其看到你。这个您老伴儿支持吗？非常支持。您老伴儿也健步如飞吗？跟我比是差一些。老伴儿来了哈，来了。来，我们有请老伴儿上来。来来来来来，您来您来您来，来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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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妈今年多大年纪？您介绍一下自己。我今年65岁。您咋不跟他一样苦练呢？也考个证。我一开始是练来的，要是练过瑜伽的都知道啊，得能吃苦。嗯，我呢就是意志可能没那么坚强，嗯，坚持不了。再有呢，要是都练呢，家里的活没人干。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。您这是在间接的说他不务正业吗？不是，我希望俺老伴儿那个每天练，保持这个身材吧。所以我呢也非常支持他，家里的活呢我就多干一点。你要知道啊，这个夫妻之间的幸福就是不求同年同月什么啊，但求同年同月啥，咱们不能留个背影给他呀。是我呢，虽然那个没跟像他一样那么坚持着练哈，但是呢，他学了那个理疗瑜伽以后呢，我也受益了。这样的话才可以共同的益寿延年。对对对。你们结婚多少年？结婚30年了。嗯。那你们现在这个在一起，有的时候还会牵牵手啊，拥抱啊，会吗？咱们尤其中国人都比较那个含蓄，对，比较含蓄，矜持，对对对，什么东西都在心里面，哦，心里面对对方好。那心里的话能不能说出来，我们听听？行啊，行，我们听听，我们也学一学，怎么样把婚姻经营到30、40、50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啊，你想对他说啥？那个老伴儿，那个我希望你。坚持下去，一直练瑜伽，身体越来越好，能活到100岁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也得说呀，咱们共同活到100岁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行。啊，拥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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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实际上是有人在家干家务，你才有那功夫去练瑜伽。我挺感谢我老伴儿的，对吧？感谢我老伴儿。你手咋那么湿呢？有点紧张。你身体这么好呢？啊，你看看他的手，来，紧张。你看看他的手，冒汗。因为手老是攥着这个。不是你这阳气太足了。攥着话筒呢。你看他手都滴汗呢。我天哪，我们好虚啊！哎呀，我得擦了了。我天哪！啊，我也要练瑜伽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！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教一个简单的动作，给我们现场的几位企业家啊，挑几个柔韧性比较好的，看你能不能慧眼识珠啊。好的好的，你挑，你觉得谁能够完成一些基本动作，跟您来学一下，您挑一下。我觉得李雨欣应该可以。我可硬了，其实。啊，有请。啊。然后呢？还有这位。漂亮的帅哥啊，漂亮的帅哥，帅哥是用漂亮来形容，漂亮的帅哥，对的，帅气的帅哥。嗯。哎，吴胜，你现在吃这么胖，你还上去？徐峥老师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徐老师，徐峥老师这身材，胖可以练瘦。别撑着筋啊，徐老师啊，非常硬，非常硬啊。好的，开始。
吃饭哈，大家别学啊。我看出来了，王老师，其实他们跟你之间的区别不是姿势上的区别，是他们那个状态的区别。你一直以来是很投入的，他们有点躁动。首先是没投入，放松自己，对，解放自己，是自我陶醉，就是没有别人，忘我。对，就忘我的练习啊。其实我觉得练这个运动并不在于你动作要多标准，你要做的有多么有难度，关键是老师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忘我的境界，很淡定，很闲适的状态啊，那种状态很迷人。真的就是瑜伽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每一块肌肉上。哎，是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它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我觉得就是一下就点了，就是很忘我。嗯。你一定要把你的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到跟你身体那些有关的。这就叫感官收摄，向内收。对，就是这个过程是有点困难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学习，毕竟我觉得只有掌握了像你这样子能够很投入、很心情淡定去的话，可能对我们的人生的成长或者对管理企业的话，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就像你们就是由初级体式配合好呼吸就行了，不要过度的追求体式，过度追求体式一个是受伤，受伤那就是瑜伽病，并不是说瑜伽不好，只能是自己练的就是不到位，就太过了，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，顺其自然，嗯，循序渐进。嗯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谢谢谢谢谢谢。